第三十六课，一，哪有大多书店？去王府井看看吧，那儿有个不错的书店。二，我要买本字典。什么字典？一看，汉英双向字典。还需要什么吗？还要一本汉语成语字典。您好，我想买本北京导游手册。那您直接上二层，就在电梯左边。请问英文小说在几层卖？在四层。第三十五课，一，欢迎光临。我想买一个小冰箱，哪种质量最好？质量都不错。二，哪种是最新款的？这个是今年的新款。它的优点是什么？它的噪音特别小。三，别的店更便宜。我们不能再便宜了。1500元是最低的价格。能用信用卡吗？可以。能送货到家里吗？请告诉我您的地址和电话。第三十三课，一，喂，你好，我要订一个比萨饼。大的还是小的？大的。怎么付钱呢？可以货到付款，请送到北京大学西门吧。好的。您几点能送到？你说一个时间。大概12点吧。第三十六课，一，这是什么牌子的？这是中国名牌。这有点毛病，我马上可以修好。三，你要多少钱？太贵了。你说多少钱？最多100元。第三十四课，一，您要买什么衣服？我想买一件旗袍。这是什么料子的？针织的。蓝色的好还是黄色的好？蓝色的更适合您，能试试吗？您穿什么号的？中号的。三，多少钱？980元。太贵了，你能打折吗？可以打，打9折。第三十一课，一，这橘子甜吗？很甜。多少钱一公斤？4元块钱一公斤。三，我没有零钱，给你100元的，找您80元。第三十课，一，请问。有洗发水卖吗？啊，
就在前面的架子上。哦，这个可能坏了，我想退货。您的发票带来了吗？带了。三，给您换一个，行吗？不要了，您给退了吧。